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啊。在这个央视啊，包括中国的自媒体啊，官方自媒体都公布了中国在这个仙民礁啊，应该是抓人了啊，抓了菲律宾的这个啊，闯进仙民礁的所谓的科学家啊，记者啊，我看了一个视频了啊，就等于是啊，把他们扣在船上啊，拉上我的船，然后呢，我把你们带离。这就是和这个咱们讲6月15号啊，咱们海警马上要抓人啊，咱未来抓人也是个抓法啊，就是把他带上船，然后呢回去啊，60天嘛。中国已经在南海开始行动了啊，这个是公布了视频了，这个未来可能就是你回不去了，你就得到中国的这个拘留所里待着了，大家想想是吧？所以现在中国公布这个，可能就是啊，结合6月15号马上啊要到期，对吧？要开始执行，那所以实际对菲律宾的一种警告啊，如果菲律宾还是派他所谓的这个科学家、所谓的人员再次啊，这个记者啊、闲杂人员闯啊，那可能这些人啊，未来，所以这次抓完以后肯定对他们警告啊，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可能6月15号以后中国要动手了啊，其实仙民礁这个情况咱们都了解啊，解放军在周围是有这个啊这个2栖登陆舰的啊。其实美国人这个航母跑啊，更多可能是啊忌惮中国的3艘05啊，美国航母啊离开了啊，你看解放军的一线作战部队啊就在这个菲律宾边上，别忘了仙民礁距离菲律宾本土非常近这就是咱们讲的这个解放军现在一线的装备啊，这个最新先进装备都装备在啊这个西部军区了，那什么意思啊？这个可不是打边境什么自卫反击的啊，你要明白这个。G20去不是去打自卫反击的，就是很多人到现在没明白，就是包括台湾人也没明白，因为他不了解军事。真正的一线这种顶级武器不是去打自卫反击的，他是干什么的？他妈是去灭国的，什么意思？就是就把解放军的兵力要推进到啊咱们拉达克以南啊，推进到新德里旁边去，让你打这个首都保卫战去了。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解放军的作战意图不是去打什么边境自卫反击啊，而是直接奔着新德里去。那你看，在这个南海是不是也是个套路？我们一线重兵现在在南海干什么？也不是去做防守反击，我们要进攻啊，会不会把你美军几个基地给围上，是吧？啊，你看我们的一线战斗部队现在就在距离菲律宾本土很近的地方演习啊，这绝不是一个。这就为什么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能说，对吧？他奥多罗说啊，我们面临啊巨大危险。这个当然，咱们讲菲律宾会啊强硬啊，越来越强硬。这个是他已经是到了一个咱们说这种自我洗脑这个状态，他只能越来越强硬啊。其实菲律宾的海军发言人啊特里伊拿就说呢，4号以来，中国船只啊在南海越来越多。10号的时候呢，据说这个。一共发现了22艘中国海军军舰了。中国海军舰船的增加可能与这个仙民礁整个演习有关，但是更可能的是什么呢？解放军就打算这个方向有实实在在的军事行动其实这个仙民礁附近的演习当时至少1艘2栖登陆舰、1艘不明型号军舰，还有2艘其他辅助船只。这次演习呢，有直升机起降，这是菲律宾媒体说的。那菲方的现场照片，包括央视看的，确实071五指山舰包括2栖登陆舰都在。那选择在这个时候演训尤其是如此接近菲律宾本土的地方，这个实际就是和菲律宾现在在仙民礁2艘海警船轮流坐滩这个有关。就我们现在就等着菲律宾犯错了。但是现在呢，咱们抓了菲律宾的，在仙民礁上抓了菲律宾派的科学家实际等于是15号以后就要扣留了所以等于是看菲律宾如何反应了。菲律宾现在打着科学考察试图就是小快艇，然后挑衅中方，而且现在央视也报了一个他的小快艇故意碰瓷中国，就是本身不应该撞上，他就故意撞你一下。然后呢，让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小快艇上的记者拍照，这故意碰瓷儿，就这种碰瓷儿其实也能显示出菲律宾要干什么，他要制造混乱要制造中国以大欺小的混乱，背后是什么？背后是美国呀，让美国西方媒体宣传
菲律宾的行动之所以在仙民礁、仁爱礁、黄岩岛啊连续，其实就是要把这个水温炒起来，配合现在季节峰会嘛啊，包括咱们说南海局势啊在升温，全部都是因为菲律宾要配合美国啊，如果不配合他就没有必要天天干这个事儿了啊，天天碰瓷儿。你说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这帮人没事儿就跑那儿啊去拍照去，那不可能的事儿嘛。他那这么爱国呢？他几百年前没爱国呢？菲律宾现在啊，其实对于中国登陆作战演习非常忌惮，这个让、菲律宾应该明白一点，就是解放军是有能力灭了菲律宾的啊，尤其是在这个就不是岛礁，我要登陆的可能就不是你这几个岛礁了啊，我要拿的可能不是你这几个岛礁，因为我这两栖登陆部队啊，这个现在看05要来了，这能打菲律宾的吗？不是打菲律宾的啊，是打美军的。咱们讲这个解放军05三艘05加上美军航母再加上解放军的东西在这个区域啊其实进行了大规模的这种啊咱们先说电子战嘛，电子战现在肯定打了啊，可能美军也意识到电子战赢不了，赶快跑啊。这次军事演习就是我们在前沿部署了，那么做出这种部署调整，当部署调整啊当然就是为了应对菲律宾啊在仙民礁的局势的变化，借此机会呢也就啊证明了我们对南沙岛礁包括仙民礁在内啊这个是中国领土啊，要证明这是中国领土。那同时也用实际行动啊向这个炒作南海问题的菲律宾各国内的各个啊咱们势力包括菲律宾政府包括、这个美军展示自身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必须要在这军。但是菲律宾国内更多人看到之后啊可能还要继续挑衅，但是理智的声音也会出现。马尼拉现在会不会在南海继续挑衅？菲律宾国内是有讨论的，并不是铁板的。另外呢，菲律宾军方啊、政界啊，现在敢于在这个南海方向对中国叫板，啊、不断挑动，实际背后是这个美国啊。美国现在确实明确支持。但这次中国海军的军演期间啊，美国方面是没有做任何反应。他的航母其实绕着解放军的这个登陆舰，包括03、05在走了。你通过他的这个整个部署的情况位置，你可以看，他是绕着你走的。中国海军开始的演习第一天呢，罗斯福号航母还在南沙群岛西部嘛，然后靠近仙民礁位置上，在演习开始后呢，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南下南沙群岛南部海域了，然后远离仙民礁海域，然后呢，绕到。北边的黄岩岛海域了，现在呢应该是啊已经离开南海了，对吧？你看它一直绕一圈，对吧？就离开你的演习区。但是美航母战斗群攻击位置的变化，应该是不只是和咱们这五指山舰呢啊仙民礁的演训啊，不只是有关，关键是03、05啊，我一直强调03、05，对吧？1艘05它的这个垂发是300多，我们这个。3艘05，1艘02C 组成编队进入南海实战化演练。这个3艘05啊，足够震慑美航母编队了。只不过呢，为了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菲律宾政府和军方现在啊不敢承认啊，他害怕。但是自己有没有能力对抗中国的国军，估计啊他自己心里明白，真打他不敢打。但是现在呢，这个菲律宾的发言人在新闻上强调，菲方有多种手段阻止中国。在所谓非专属经济区进行演习，但是咱们刚才讲了，解放军是到仙民礁岛上抓的人啊，那视频你再看一遍，到岛上抓的人，而且把他啊在船上扣了以后，带上了咱们这个海警的船啊小艇，然后带回来。这个我觉得啊，就是你的反制措施，首先你得保证你的人员安全，你没有反制措施啊，就在现场没有看到菲律宾海警出面跟。哪怕是中印边界那样的扔石头都没有，始终我觉得还是代表一种什么，代表菲律宾就没有能力跟解放军在这个方向一战。最后补充一点啊，就是这个解放军这次演习前沿部署啊，这绝对是实战啊，就是任何的你发现他前沿部署，而且是可以快速把这个实战、把这个实战演习立刻转变成实战的这种行动，全部都是军事正经的军事行动、准备了啊，菲律宾现在要好自为之啊，6月10号马上到。
这种演训啊，解放军基本上是可以了解当地的海情海况了，基本上可以了解当地技术情况。这时候菲律宾如果想要继续挑衅，那可能啊就遭到毁灭性打击了。我再次强调，六月十号马上到，菲律宾连自己，你看他让自己的老百姓啊，包括什么的媒体记者去当肉盾顶在前面，然后呢菲律宾军方是躲在后边，这个本身就不符合逻辑。真正要能实控这个区域的是海军海警顶在前面，老百姓是啊在海军海警保护之下才能登岛。但是菲律宾是什么？菲律宾是海军海警不敢去啊登这个仙民礁，让科学家去登，这就告诉你他心里边虚的啊。